祝你生日快乐，闪电猫生日快乐。唱得不错，谢谢爷传的。总算唱完了，本喵得许个愿，平复下心情。等等，闪电猫，关灯才有仪式感嘛。闪电猫，生日快乐！谢谢你们啦。好，开灯吃蛋糕。哦，什么声音？哇，好大的煤气味儿！啊！哇哦！我的生日会，这到底怎么啦？什么怎么啦？这煤气灯用了几百年，容易爆炸可是常识。啊，煤气灯？难道说……各位，时空起点出现了。好，出动吧，不怕强敌，骑士出击。这次关键时刻是在1879年，美国世界第一盏有广泛使用价值的电灯被点亮，而改良制造出它的就是爱迪生。彼得哥，爱迪生，好像有点耳熟。是的，我们在之前曾经回到过去，帮助爱迪生守护了留声机。难怪，这老熟人嘛。爱迪生足足拥有1000多项发明专利，留声机、电灯、有声电影、表决器，还有发电机、电表、圆筒唱片、印刷机等等，几乎每一样发明都足以造成时空起点。也因为这样，他还有个超酷的外号，那就是发明大王。根据资料，改良电灯的难点是灯丝，因为亮灯时温度过高，很多材料都会烧断。爱迪生在测试上千种材料后，才总算找到了耐热灯丝。懂了，我们要保证爱迪生先生能找出耐热灯丝。出动吧，时间飞船，奇趣变形。是门罗公园的爱迪生发明工坊。叽叽叽，搞设计，搞设计。不急，糟糕，石头砸碎。疼！那你还愣着？赶紧放炸弹呐！收到了。啊！第1300次失败。继续。抽真空，通电。好，实验继续。逆转光枪，博士。哎，算了，这边没机会，等那边埋伏。好的喽。爱迪生先生，您没事吧？你们是谁啊？难道爱迪生先生忘记我们了？怎么可能？通天火箭拳怎么样，像吗？开个玩笑。来，过来吧，我的朋友们。大哥，彼得哥，现在我正改良着电灯，瞧，只要像这样夹上铁夹，就能让电灯通电发光。可问题是灯丝不耐热，我已经试了上千遍了，可还是不行，这下电灯可没办法推广啊。没关系，有本喵帮你实验。就等你这句，我正好想试点特殊材料。什么？好痛啊！小声声，这是氧气会让灯丝在通电后急速升温烧断，所以得先把灯泡里的空气都抽掉才行。哦，学到了，过分了！今天可是本喵的生日呢。
怎么没电啊？等会儿我去仓库换一个。好了，回去临时加倍。这还差不多。不好，爱迪生先生。又是你，坏柠檬。对对对，这又怎么样？谁让你发明这么多？柠檬，雷神无敌。糟糕，得把电能抢回来。哎呀，看拳！耶！超级热力模式开始加热。放我出去。我好热。不会吧。警告，仓库温度正不断升高。等等，就是我弄的。根据分析，爱迪生就要成烤鸭子了。什么？得赶紧救人。嘟嘟，隔壁，隔壁，比格，比格，安静，来呀，也能解压。隔壁，哥哥，隔壁，啊，烤章鱼，通天，隔壁，啊，嘟嘟，通天金刚，慢吞吞，哎呀，哇，快学，嘟嘟。柠檬这么嚣张，光速追风，我去！开灯，超级热力模式，加热！喂，等等，你用武器太卑鄙了！我就喜欢呀，比杀，热能爆发，我砍！艾尔，帮忙送我过去。收到。哎。抢走的是电灯，有了，就是他。嘟嘟，等会儿配合我来行动。比特哥，通天金刚剪。不急，笑了，我哪丢呢？我这样才叫滚，也能解压。通天火箭拳连环发射。你想要加热，你可别忘了我们家的嘟嘟。什么？比哥哥，哥哥！糟了糟了，灯泡要是进了攻击，灯丝就会烧断。我没热度了。通天火箭拳。您在哪？您没事吧？我在这儿呢。没事，因为我相信你们一定会赢的。
是第1400次实验。成功了，就是它，碳化竹丝，这就是最耐热的灯丝材料。谢谢你们。嘿嘿，机器特工任务成功。在哪儿，在哪儿呢？嘿，发现目标。要想图像更清晰，还得加大电力。好，这样应该行了。开机。成像了，我的电视机成功了。自己把自己电晕了。哼，正好，蒙查查立马下去把这栋楼的大门给我堵上。收到。只要没人能到这里救你，我就能收集更多的时空数据，一切都是为了那一天。节目有必要这样抢吗？当然有。可比，可的，电视机呢？快冲啊，大伙儿冲啊，冲啊！人手不够，大家快赶过去，干掉那猴子！啊，怎么回事？快，我们要去看看。下去！不，你下去。演《西游记》，《西游记》好看。不，演罗密欧与朱丽叶。今晚戏棚是我们的，才怪！我们人多说了算。看《西游记》，看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《西游记》，罗密欧与朱丽叶。《西游记》，罗密欧与朱丽叶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那是戏棚，在还没有电视的时候，大家都是在户外戏棚看演戏的。根据分析，他们是因为想看的不一样，才会争执。没有电视，难道说奇趣特工队时空起点出现了？又是柠檬博士，出动吧！不怕强敌，奇趣出击！这次关键时刻和电视有关。这次被扰乱的是1925年，英国科学家贝尔德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电视机。可得，比可得，就是本喵左看右看上看下看，这也不像电视机呀。根据资料，这是最早的机械电视，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电子电视机的雏形。对，电视的出现让"秀才不出门，能知天下事"这句话成为现实。因此，贝尔德也被称为电视之父。我们出发吧。时间飞船，奇趣变形，就是1925年的英国伦敦。我已经找到了贝尔德的实验室。糟了，贝尔德触电倒下了。不好，得赶紧救人。很好，就是这样，谁也别想进来。注意，贝尔德的实验室就在楼顶。我们进去吧，到楼顶。别急，本喵有更快的。逆转光枪，直接往上，狂铁！博士，还要堵门吗？你说呢？赶紧上去！
情况危急，必须在五分钟内送医院治疗。可比可特比比格特可比格可比特比换柠檬就会装神弄鬼，看好了，逆转光枪！七七，这里可是剑士空间，柠檬遥控三级。什么？什么？嘿，继续播放，去吧！通天火箭拳！嘿，开启给力！小意思。啊！这也太耍赖了吧！太危险了。根据分析，萌查查可以像电视遥控一样，将运动的物体暂停或者倒放。那查查这个，通天电拳，我也有电视重播。那查查这个，通天火箭拳。啊，萌查查，你抄袭我的招式？不不，我这是重播。再来。分割画面，连环攻吧！什么？动电幻能波！可以！百变重锤！哇！哦，好险！啊，不对！嘿嘿，新节目《百变锤锤》重播。凯奇，我倒！不管你重播什么，都别想快过本喵的光迹追踪。不重播，那就倒放吧。什么？我这再来。光击锤，光击，光击，光，闪电炮！我还没玩够呢，倒放回来！喵！这个
没输，一定有办法。要啊！超出范围了。超出范围？难道说，拼一把？通天拳套，火箭拳。没用。分割幻灭。我要攻击的目标不是你，旗帜爆发。发射。什么波？收集。只要不在电视空间里，你的怪招就使用不了了吧？传击，我还有变身虫。太慢了，通天金刚拳。成功了，耶！德已经度过危险期，提取特工任务成功。好热好热，炎炎夏日最应该来杯冻饮。干嘛？这冰箱怎么换成衣柜了？我可没换过。不，没事，大家不用紧张，走，我请你们吃冰棍。好，凯奇，这才像队长嘛。没有冰棍。好，队长，我快热融了。没事，这家没有，我们就到别家去买。来，起步走。没有。没有，还是没有。怎么哪里都没冰棍卖呀？凯奇，你们要买冰吗？那你们可要排很久的队了。排队？队尾在那边。什么？这也太多人了吧！一块冰而已，太夸张了吧。我名侦探猫猫已经懂了，真相只有一个，一有奇葩事肯定就是奇趣特工队。时空基点出现了。好，我们出动吧。不怕强敌，奇趣出击。这次的时空起点出现在1873年德国的威斯巴登市。化学家林德成功把氮作为冷却剂，发明出第一台工业用的冰箱。他还把第一台冰箱放在了酿酒厂测试。如果林德在酿酒厂的测试失败，冰箱就会被认为是失败的发明，从而消失。怪不得我们的冰箱没了。大家也是因为这个才去买冰块来解暑的吧？还有和冰箱相关的雪糕、冷饮也全都会消失。这可不行，冰棍、汽水可是夏天的浪漫，还有我的小鱼干，如果不放冰箱，很快就坏了。对，现代生活真的离不开冰箱。既然这样，出发吧！时间飞船。奇趣变形，
比如说厂里的香槟，香槟保存温度是7到12度，我们只要调节这个温度按钮，瞧，扭到这儿就好，大功告成。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？那又怎么样？去给我让他们不满意。收到。好，分手和平。什么？妖怪，我在跑。这是我的发明，把它还给我。别，救我！我听，可真啊！好快的到达队，溜了溜了！再见，站住！交给本喵。嘿，放心，林德先生，由我们来对付坏柠檬。我的陛下，嘿嘿，你可跑不过本喵。小坏猫，你觉得自己好快？那是当然啦，本喵超快的。闪电猫，我们一起上。减缓食物坏掉的功能，所以被保鲜光线射中，物体就会变得十分缓慢，对吗？叮咚，恭喜你猜对了，这是奖励。百变重锤，我上！大家散开，只能被光线射到。想干什么？往哪看呢？通天火箭拳，保鲜光线，我躲。嘿，通天金刚拳，保鲜光线，嘿，我给你。远程攻击全都没用。没办法了吧？黑豆，看我！嘟嘟，可可别别丢！动动冰锥！可可别！可别！我上！我再上！嘟嘟，加油，冲！喂，上！有点不对。怎么了，艾尔？红茶伤能让火箭拳、金刚剪变慢，为什么不能让酒瓶变慢？这个确实不对劲啊。我敲，我再敲。
不使用保鲜光线，不是因为酒瓶子的数量多。那萌渣渣到底为什么不用光线停住酒瓶子？难道说嘟嘟？说什么花招都没用。错了，是你的花招已经没有用了。嘿，保鲜光线，嘟嘟，可悲。不会吧？好机会，通天火箭拳。果然是这样，萌渣渣害怕被玻璃反射光线，所以才不敢用保鲜光线。集齐特工任务成功，可别的成功。闪电猫，你快点呢，我快撑不住了。等一下，很快很快就可以了。你快出来，我快不行。这都是你的错。你好端端的买那么多冰棍回来干什么？害本喵拉肚子。当初谁说冰箱回来了，要好好补偿一下。哎呦，你快出来了，我快憋不住了，求你了。就算天气再热，冰的东西也不能多吃哦。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记住了，我再也不吃了。